动作古怪，一脸搞笑，这是马来西亚的歌手黄明志，在网络上的粉丝据称已经破百万。虽然在本届金曲奖无缘称王，但来到台湾还是不能放过台北的各种特色美食。我肯定会推荐他们马来西亚没有的东西，尤其是温泉。对，那个是马来西亚没有的。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美食，对，比如说那这里的都蛮特殊的，一些比如说鹅阿米刷啊，那些马来西亚都没有的。来到大道城慈善宫，黄明志不禁赞叹他的宏伟，而身为地主的台北市观光局长景于燕也一一介绍在地美食小吃，希望把台北的在地饮食文化推广给新马地区的民众，希望让台北的美食打动马来西亚朋友的心。那么马来西亚的今年1到5月的观光客成长率也高达接近10%。这次观光局针对国内外旅客不同的喜好，出版了台北美食手册，就是希望民众透过手册能玩得开心，也吃得尽兴。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台北观光局网站查询，跟着指标尝尽台北美食。凯播大台北数位新闻，张云飞采访报道。